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。这是我们刚刚拿到的出场阵容。广州恒大吹响了决战的号角。在大多数决赛的开场阶段，双方都会谨慎为先，但是如果较早出现进球，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。希望今天双方能够呈现一场对攻大战，这显然是球迷们所期望看到的。迅速向前场推进，寻找机会，哇，他直接选择飞铲，将球送到前场，将如何处理呢？挑传渗透，他已经进入了腹地，太混乱了，门将把球没收了。王博文，张琳芃，漂亮的施压，在对方形成威胁之前迫使他们犯错，终止了进攻。古拉特，张琳芃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郑智，选择边路，郑智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大力射门，现在无人持球，化解了险情。马丁内斯，郑智，古拉特，张琳芃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！无功而返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对方的防守实在太严密了。马丁内斯，
郑智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，试图直塞，向前推进，古拉特，古拉特。凶狠的抢断，不得不说这是很典型的铲抢，将对方当场扼杀。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就在马丁内斯脚下，门将大脚长传，郑智，他们的球迷看到这个场面一定很沮丧，为了控球而控球啊，是成不了大业的。马丁内斯，古拉特，郑智被放倒了，犯规。我猜可能就是只有口头警告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结束了，决赛进入了中场休息。苗坤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两支球队都很怕失误，所以比赛并不好看。现在紧张的情绪控制了比赛，双方都需要再沉着一点，希望教练在中场的训话能改善一下。精彩的半场，唯一欠缺的就是进球，比分为0-0。广州恒大开球，古拉特，王博文转到边路，古拉特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脚下动作真快呀！他选择低平球传中，质量怎么样？他又麻烦了，送了对方一个任意球。门将大脚长传，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，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马丁内斯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，这个带球很漂亮，看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马丁内斯能进球吗？门将的神勇扑救，实话实说，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，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。应该知道这种传球是在浪费生命啊。
张琳芃，漂亮的直塞球，非常犀利的盘带，漂亮的抢断，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！张琳芃传中，郑龙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，险情暂时解除。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长传发动进攻，轻巧的转移到了侧翼，高拉特，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。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，传球，郑龙在左路找到机会，他们能否威胁到球门呢？高拉特，薛鹏选择传中，防线很稳固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！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，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侧，张琳芃，郑智。是吊固定球，他知道啊自己这球传得不好，传球的意识不错，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，再大力一点就好了。马丁内斯是犯规，是的，裁判判了犯规。郑智，高拉特，就这样，裁判结束了比赛，比赛以平局结束。不过，考虑到他们次回合主场作战，那这个结果对谁有利就显而易见了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啊，坤儿啊，你怎么总结？他们今天曾经一度掌控比赛的节奏，并压制住了对手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利。相信他们今天一定非常非常遗憾。
现在决赛的哨声即将吹响，这两支球队究竟谁将成为最终的冠军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的，这是本场比赛的出场阵容。那么今天的比赛究竟鹿死谁手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在大多数决赛的开场阶段，双方都会谨慎为先，但是如果较早出现进球，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。希望今天双方能够呈现一场对攻大战，这显然是球迷们所期望看到的。轻巧的转移到了侧翼，不行啊，这种球很难被队友接到啊。郑龙直接打到对方后场，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，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。张琳芃在马丁内斯脚下有机会打门，好球！咕咕咕咕咕咕咕，进了！这球进了，这个球意味着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球我上去都能打进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啊，这不但是个好进球，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。不是狂奔半场或者连过五人进球才算精彩啊，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。广州恒大在本场比赛以及总比分上都处于领先。郑智，现在无人持球。张琳芃在观察形势，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。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凶狠的抢断，非常强劲的拼抢，不过并没有犯规。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张琳芃过顶球，马丁内斯很有威胁的传球，可惜没成功。
试图直塞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他会射门吗？这次拼抢没什么可抱怨的，虽然强硬，但是没犯规啊。郑龙在左路长驱直入，右路的攻势不错，看看接下来的发展。球转移到了右侧，他选择低平球传中。张琳芃这个铲抢没什么问题，干净的碰到了皮球。哨声响了，犯规。我想刚才裁判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看来裁判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，他之前这种表现就是在犯规的边缘，他必须迅速调整，否则被罚下场是迟早的事儿。李学鹏，马丁内斯，他还在继续带球，有机会吗？封堵的不错，不过也送了个角球给对方。高高跃起，进攻基本打成了，但是效果不够理想。哨声响起，决赛已经过去了半场。那么苗坤，好，你别为我擦鞋了，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，你赶快说说怎么看这场比赛。广州恒大取得了领先，中场休息的时候更衣室的氛围也许会很不错，不过更有看头的是下半场，不知道他们会该怎么做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压上进攻，继续拿出上半场比赛快结束时的表现。广州恒大带着一球领先的优势进入更衣室，好的，比赛已经打响了。黄博文，郑智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黄博文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这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传中的效果啊。马丁内斯现在他的面前一马平川，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李学鹏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这是个界外球，漂亮的控球，精彩的对决，看得我是心花。是的，看起来像犯规，裁判给了任意球，裁判给了他一张黄牌。看来这次是免不了了，他已经被警告过了一次。
过顶球，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啊，不用传那么早。黄博文，射向球门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黄博文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传到门将的手中，郑龙，马丁内斯传到了边路，李学鹏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非常犀利的盘带，向前狂奔，广州恒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角球，我猜应该是哈啊，是的，嗯。机会，他得分了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有两球保障，比赛十拿九稳。郑智展现了禁区杀手的风采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纯粹的猎手本能，不是说他射门有多好啊，而是说他解读跑位的能力，别人还没注意，他就发现了。广州恒大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，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在1-0的时候，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，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。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强，而另一方对失利的担忧则更加的严重。漂亮的抢断，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！掉到前场，似乎在说连只苍蝇都不会放过去啊，应该是要换人了，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等了，现在这个阶段才有所转机，让比赛更有悬念，他让球队看到了上演逆转奇迹的希望。黄博文，薛鹏无功而返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对方的防守实在太严密了。球越过了边线，接外球，场边终于有动作，要换人了。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，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，有时候身体没劲，脑子也会变慢，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。传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啊。马丁内斯尝试直塞，传球的视野很好，但是传的就太对不起观众了。不过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相信还有机会。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很好，这是他熟悉的位置。就在马丁内斯脚下，郑龙。哇，他直接选择飞铲，漂亮的直塞球，打门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他们已经打疯了，已经锁定了胜局。这球不射都对不起爸妈呀，必进的球啊！这球看似容易啊，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。
广州恒大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。传球，郑龙，掉到前场，这个带球很漂亮，看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，险情暂时解除。裁判员结束了比赛，今天将属于他们，属于他们的球迷，这个荣耀的日子将载入他们的俱乐部的史册。现在主角们来到了球场中央，是这些优秀的球员组成了这支冠军球队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，